我的自主学习，每天自己折衣服。那你现在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？把衣服铺平，再把它折起来。所以先叠袖子是吗？对。再把它折出来。折得好工整哦。哇，好整齐哦。接下来折什么呢？折裤子。折睡裤是吗？嗯。裤腰对裤腰，裤脚对裤脚，脚脚对脚脚，对不对？要把它铺得很平，铺得很平，很好。你好讲究。腰对腰，线对线的，很棒哦！好，完成了睡衣睡裤，对吗？接下来睡袍。我们每天为什么穿睡袍？因为我们都会踢背，然后穿睡袍就可以很温暖，对不对？很热，很热，但是踢背就不怕感冒，对不对？很有道理啊。有时候会觉得很热，有时候会觉得好黑啊。嗯，恭喜你。如果平常都会觉得，如果天气真的很冷的话，有时候还是真的会觉得很热。是的。一样线对线哦。好，最后要放上什么？每天要换洗的什么？内裤。啊，内裤要放里面，对不对？放外面吗？哦，好，都可以。放这边。好的。那最后这一条是什么？肚兜。肚兜。围在哪里啊？我在肚子上啊。哦。
都提前热。好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是什么？给大家看一下好吗？耶、yeah, ，这就是你每天自己铺床吗？好看镜头，完成，耶、yeah, ，好棒，恭喜你完成咯，这是你每天的课，耶、yeah, ，达阵，噔噔噔噔，好棒。